传球的上篮，球没进，包袭了，一柱擎天再抓，底线，天赋收了，那现在也就不算是太急迫了，因为毕竟亚锦赛就已经是迫在眉睫。这个地方197，而且还有非常机到跟这么大个子一个配合，在主场作战，但是今天中华队的表现可以说是不好。他们就认为你身高高的球员其实不需要再包袭了，进去对抗之后。